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军仔，很高兴呢认识大家。五彩祥云空中飘，天边飞来金翅鸟。今天我们意气风发，每一张笑脸都像春天的彩霞。不论你是远来的贵宾，是尊贵的合作伙伴，还是我们坦诚的深圳人，我们的心情同样的激动。我们怀着涨宏图、创伟业的雄心聚在此地，我们带着讲诚信、闯市场的信念聚在一起，热烈庆祝 Ethtrade 中国深圳服务中心盛大开业。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来今天剪彩仪式这边剪彩开始，三二一开始。好，各位准备就坐。祝贺开业兴隆，财兴旺，财源茂盛，发发发！事业顺利，如高照，事迹总金，本体掌声有请郭总上台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Ethtrade 的伙伴们，大家上午好。好。首先，感谢我们主持人对我的推崇，也替我做了一个美好的广告，谢谢我们主持人。那么我希望跟我们各位伙伴，我们一起加油。那么在 Ethereum 的这样一个平台上面，实现我们的财富自由、时间自由。最后以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 Ethereum 的公司，感谢创造这么美好的一个平台，祝我们开业庆典顺利完成。也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朋友的到来，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郭总的精彩。仍然有请我们这边中国的唯一的中国区客服，并且进行每日的微笔的研讨会的我们的一个Hui King上台致辞，掌声有请。有点小紧张啊。欢迎大家这次来参加这个Ethtrade的中国区的第一个办公室的开张。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Hui King，中文名叫王辉，姓王，来自湖南邵阳。那我跟公司对接这办公室的话，也是感谢大家，感谢七哥你，感谢郭总支持把这个办公室开起来感谢。我们的下一位分享嘉宾李彦成李总上台进行一个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大家现在好。好。首先呢，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湖南衡阳的李彦成。那么，非常感谢我们唐总把这个资讯呢第一时间带给我。跟唐总也是多年的朋友，他当时把这个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Ethtrade的这个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一个文章发给我。打一下吗？我是非常用心的把这个文章看完，看完之后呢，当时其实手里是有项目的。打一下。直接把这个项目 pass 掉。我真正是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通过翻墙的话，在国外的话，发现Ethtrade呢，其实他是2015年8月份就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个双联盟的计划，他就是组建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虚拟货币的币与币之间以及汇率之间的一个利差去做这个套利，那么它是从2016年4月份推出来这个双联盟计划。这个双联盟计划呢，我一直说它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叫做众筹。那么好，我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我有专业的交易策略以及交易机制，那么你们可以用小的资金参与我，然后我拿到这个利润之后给你们分红，给你们分一部分，分的他给你的一个月的最低的这个是15%。到25%，所以他虽然呢在整个的项目里面的话不是那种暴利的话，我相信呢从他的一个机制以及他的这一个题材还有他的一个这个控盘的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做到细水长流，而且这个钱也是赚得非常的开心的，非常安心的，不用担心这个网站突然会关掉啊。因为他本身这个盘它不是靠后面的资金来推动，因为目前的话市场上所有的这个90%以上的项目的话，它必须靠后面的资金来推动它，一旦后期的资金跟不上的话，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
那么因为他呢是拿这个资金去进行一个套利，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真实的造假的功能啊，所以他不需要说这个市场让他要跑得怎么快，后续的资金要跟上啊，所以我们这个Ethtrade呢啊，希望我们所有的能够有缘接触这个信息的人啊，可以认真的去解读它，去领略它的每一个细节，让我们呢可以在Ethtrade这个项目里呢细水长流，安心的去获取我们想要的一份财富。好的，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感谢李总的分享啊，然后下面有请我们的明姐上台进行一个分享。因为尊敬的 ETH， 我就习惯是用 ETH 来称呼各位家人，大家现在好。好。迎着深圳非常恐怖的一个海马的台风，来到了这个深圳。其实说实话，这是我半年前的最后一再一次来到深圳啊。半年前呢，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在。我们深圳接触到一个项目，那么半年以后又有一个项目在深圳，我当时感觉到很奇怪，因为一直以来在我的印象当中，唐总和我们七哥是非常睿智也非常优秀的一个市场领导人，当我听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脑子里面想着会不会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一个盘，对不对？七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中国人也太睿智了，又就冲着他的这一句话，我就深入了解这个 ETH。 当我走进去看完以后，真的是用四个字可以来形容，叫无与伦比。理解这个 ETH 的时候，发现它跟所有的盘不一样，它有造血功能。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是也参与过股票操作，这个股票的市场，因为我不管是别人亏钱也好，别人赚钱也好，我永远是赚的。为什么呢？我就是做博差，做电梯，低点进去，高点抛出，低吸高抛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我赚不会赚特别多，但是我亏几乎是没有这个概率，因为我做的就是低吸高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今天我们 ETH 走的也是这条路，曾经也受过伤啊，但是呢，今天这个平台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就是说要去选择它，要去学习它，要去跟更多人去分享它。甚至我有个想法，因为我们是来自苏州，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地上，今天深圳才是第一家，而我们苏州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这么好的一些机会，我觉得更有理由更有责任去带给我们身边更多的朋友。也欢迎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到苏州和我们一起去开中国的第二个我们的 club 啊，希望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把这个 ETH 发扬光大，走向全世界。好，谢谢大家。好，谢谢这位来自苏州的明姐啊。那么有请苏明涛上台进行一个分享。各位 ETH 的会员们以及新来了解的会员们，大家现在好。我是来自那个美丽的平原，这个河南。我免费姓苏啊，叫运涛啊。在座的很多的会员，我相信都能够知道我啊，因为我在这个服务群当中跟大家有的时候交流的比较多一点。这个我很感谢我的推荐人这个带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这个平台当中有所一样的收获，然后能够学习到更专业的东西。有请 Ferry 上台。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在这个10月23号，我们 ETH 最的深圳，中国深圳开业庆典的现场给大家相遇。那大家都过去听过我的都叫做七哥，对不对？所以说名字非常的好记，来一起数七个数好不好？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哥就是我啊，所以说会数数的人都应该记得我，是不是这样的？
那非常开心能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的话，是我第一眼见到它就一见钟情的一个项目。我相信大家都有过一见钟情的感觉，是不是？那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美好？是那种感觉，好不好？是好。一见钟情的感觉是不是很好？对。因为做网络营销12年的时间，不管是从各个方面去考察这个项目的话，真的是一见钟情。因为过去做了很多的项目，发现一个项目运营长久，有几大因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技术含量。那做过项目的家人们都知道，一个平台它的技术含量如果不过关的话，网站是不是随时会关掉？你所有的奖金没有了。如果技术不过关的话，是不是黑客会进行攻击，会受限？过去我们做项目的最大的困惑是不是动不动就是公司的平台升级？对，市场是最大的困扰，动不动就是网站被攻击了，数据丢失了，或者结算错误了，这是我们过去最大的困扰，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接触到 ETH 啊 Trade 这个网站的时候，第一眼就深深的爱上它，因为它从界面、从它的技术含量、从它的防御机制上，都让我们深深的震撼。等一下会给大家去演示，去演示。因为今天我们选择一个项目，能够去走到长远的最大的基石，就是它的技术含量。每次讲课都推荐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英国的西蒙迪克森，啊，是虚拟货币的专家和鼻祖，他对整个区块链技术、整个虚拟币行业非常的了解啊。这本书建议大家用心去看一看。如果你读懂了这本书，你就会和财富去结缘。过去赚钱是不是需要朝九晚五上班？做生意是不是需要进货卖货啊？我们的行情，对不对？每天是不是进货卖货，还要去销售？一个产品100块钱绝对不会给你创造200块钱的利润，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产品的成本在那里。但是做金融不一样，做金融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今年投资10万块钱在这里，只要流通100次可以创造多少钱的营业额？1000万。好，1000万，没错。20%的利润你可以赚多少钱？200万。所以说这就是金融，同时就是把它有专业的技术分析师，他把套过来的币分给我们在这过户，我们只要投资这家企业就可以了，他把套利分给我们，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做，这叫做互联网投资。明天就是领导能不能出来了，投1万，明天你想赚2万回来，这种都叫投机心态，想一夜暴富。真正的投资需要本金加时间才叫做投资啊，所以说封闭期60天。好，这是投资额，投资级别就是第一次只能投500美金，啊，这是每周的收益。好，看一下这个统计，第二个，统计就是统计每周的一个累计收益啊，刚才的那几个收益，哎，随便点开一个，这个是10月10号到10月14号，这几个，打开。好，上面可以查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年度财务报表啊，大家可以都回去下载。这是他在上一周的一个投资啊 ，DGB 他也投了啊，这个应该我们的王辉应该比较了解一点啊，纯英文的，里面有公司对一些虚拟货币的投资百分比啊，这个是比特币啊，比特币的收益。好，上面看一下。啊，大概大家懂英文的可以去看一看啊，里面有比特币的，有山寨币的，一些在哪一天投资的哪个，利差是多少，收益是多少啊，每周的财务报表，当然年度的财务报表大家也可以在这上面下载年度的财务报表啊，免费注册账号就可以去推广了哈，在座的各位免费推广，免费注册去推广的时候就有321投资收益，所以说是不是你见个人都可以成交，不要钱嘛，免费注册嘛，想投资就投一下嘛，对不对？你告诉大家，很多人是不是想创业没钱，来免费推广一下就可以赚钱，是不是可以兼职？15333，17533，这个利润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高，不要小看五单，这个是非常公平的，跟过去的双轨不一样，这个就是凭能力吃饭，找不到人自己投资，找到人就自己指挥，啊。而且只拿5单，
五代的收入已经很高很高啊，因为有几个钱可以赚。第一个，自己投资是不是一个月15%到25%，第一个收益。第二个，推广别人拿他本金的10%。第三个，利润拿他动态收益的10%。第四个，就是自己的本金有个利滚利。啊，登一下你的账号。欢迎我爹的直播，全部都没看。全部都没看。不是，我就听过一次。来来来，打开打开。打开赶紧。啊，不好意思啊，那你少赚很多。少赚不行。你看这里少赚43天，啊，利滚利，它只是本金在收益，它的利息就没有在收益。那我没问呢，你的利息都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看你这里0.8还是0.8，没动过。没动的。难怪那那么多，全部到那个可提现金额了。他就是前面打开就可以了吗？还是前面打开后面就不用每天点了？不用啊！投资主播里面，你看他最早的一个是43天，全部打开就行了。你看没有？每个组合就是一个理财包一样，大家可以把它当成银行的理财产品，每一个组合当成一个理财产品就可以了。你可以随时卖啊，这里有卖的。来，下来。这是投资主播，大家可以去关注啊，再点到那个账户，回到账户。这里有取款，对不对？取款的时候啊，点一下第一个比特币啊，这里有1.0的可以提现。这里还没有信息，这里在哪里添加呢？我下了。设置。下了。这里有个设置，对，点开以后有一个取款详情，这里输入你的比特币钱包，就跟你的银行卡一样的，输进去以后提现，直接就到达那里了。到达比特币钱包，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有比特币的交易网站卖掉就可以了，把它变成人民币。以太币也可以。啊，以太币也可以啊。美金也可以。现在已经开。美金的第三方支付我们用不习惯，好像是用哪家公司的？美金开启的也可以。美金可以买，但是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不熟悉。可以用那个信誉兑换，信誉兑换很方便。好，查掉。好，这是曲线的。好，再看一下伙伴。所以说这个系统非常的厉害，你的所有的伙伴也知道，看到没有？很清楚。好，下了。好，目前总的推荐伙伴7个，13个，有效的7个，有7个人做了投资的。第一级有几个伙伴，第二级有几个，累计投资金额多少，吸引资金多少，奖金多少，非常的明细。所以说你只要有互联网，打开这个网站就可以 OPP， 可以讲它的模式，也可以讲它的收益，也可以查自己的业绩，就是一个网站就搞定了，不用提着瓶瓶罐罐去做产品吃饭，对不对？就是简单轻松赚钱，是不是实现了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本书啊，第一章讲的就是一个互联网，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加一部智能手机，再加上有互联网的地方，就可以去赚钱了。足不出户是可以赚钱的，工作不需要朝九晚五，随时打开电脑就可以赚钱。所以说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打开电脑是不是就可以赚钱？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打开电脑？旅游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打开电脑？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背着我们的笔记本，开着我们的车子，全国各地到处自驾游，但是收入一分不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时间自由、财务自由、心理自由，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过这样的生活？是。想不想？想。想不想？想。一定要想过这种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心理自由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每个人都所向往的。但是有了这种向往，是不是我们要去做？很多人只是想而已，真正去做的时候是不是骗人的？可不可能？又是一堆的问号。做人不要那么复杂好不好？对不对？总想着别人要骗他的钱一样。前面今天我们这个样子有什么值得可骗的吗？对不对？人生就是需要去尝试，你不去试一下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对不对？试了就知道。很多人不相信真的，但是告诉你，我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0天了，平均每个月收入50000块钱零花钱，我是300美金嘛，20%到30%的收益，25%的收益是多少？按20万计算，是不是50000块钱？4到5万块钱，我都给别人说他一个月什么都不干，50000块钱零花钱，啊，给我老婆花，其他的我才是我自己的收入。所以说赚钱要这样去赚，所以说不管你今天人在哪里，在干什么，你的收入一分不少。
这才叫做财富。什么叫做管道的故事？这就是管道啊，项目相对长久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今天可以给别人推广这个项目，非常的放心。第一，高大上。有的人说我要去美国看看，也可以去看啊，总部在美国洛杉矶，可以去看啊。当然也可以选择尝试去投资，反正$500嘛，3500是不是都亏得起啊？对不对？没什么风险嘛，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人脉风险的，因为投多投少自己说了算，你不用，你只要教会他，我们做的动作就是复制，告诉他如何买，他想买都买少自己买，以后买都买少都是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是成年人，对不对？自己开，你帮他开户就可以了，开好户之后他们自己投资。好，这上面有所有的宣传资料，所以说你所需要的工具流都可以在上面点击下载，演示的 PPT 也有。PPT 资料宣传册在上面全部都有，这个网站上你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打开上面就是有奖金制度，是不是？你可以给别人讲，直接 OPP 嘛，打开账户看你的收益嘛，是不是都有买卖？把那个上面的那个个人推广页面我打开可以。好，这里是个人推广页面。点击一下。这个就是你的个人推广链接，只要把这个链接发给任何人，他只要通过这个链接一点进去，自动锁定推荐关系。最后面复制一下，啊对，复制。啊，新建一个。目前是英文版的。那你们新建一个，最上面。最上面。点加号。点加号。上面。再往上走。加一下，加一下就可以了，对。啊，装进进去。灰色。好，目前看一下有没有中文版的。没中文。好，上面有他的邮箱，有他的电话，有他的编号。有全部的。有啊，暂时没有，点了。是这个英文。在英文是啊，有了。啊，有了。很快啊，那就是更新很快。前两天没有的啊。现在没有的。对。你只要把这个链接做一个互联网的爆撒出去，所有的人只要一点这个网页进去，就是你的会员。这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用管。啊，什么都不用管，你就把这个发给别人就可以了。明白。自动锁定啊，自动锁定。对，什么都有上面。你的电话看到没有？你的那个啊，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上去啊。天板，对。所以说你只要每天发这个链接就行了啊。是不是简单？公司的工具流做的非常到位。那个电话找哪里加进去？啊？电话，点击这账号。你自己添加进去。自己添加进去。设置。对，他可以给你打电话嘛？对呀。对呀。什么都有。好，这里可以添加账号啊，添加你的手机号码。设置了对。要加86吗？好，而且还有一点啊，往下拉。看没有，这里有一个双因素身份验证。谷歌验证动态密码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个网站上是没有出现一例账号被盗的，因为你的每一次登录邮箱提示，你的密码是在你的邮箱的，而且你如果你觉得不安全，可以把这个打开。就是双因素身份验证，就是谷歌认证，谷歌安全码啊，用过人都知道啊，16K密是比较安全的这个啊，回去慢慢研究啊。好，再看一下新闻啊，伙伴看到了啊，新闻啊，新闻每天都在更新啊，大家也可以翻墙到国外的 Facebook。 这是我们的新闻来的，在这里啊，这是我们的今天开业的新闻啊。出来了，哦，已经出来了。对，点开一下。那么快，这个不行，那么快啊！才出来了，这个主持人出来两不了一天。很快的，不是？啊，中国区的办公室开业啊，全中国第一个。哦，很快。是啊，很快的，非常快。这个速度真是快啊！不错，哇，这个全球都知道。你可以把直接这个发到世界都知道啊，都可以的。世界都知道，世界都知道，对。还有这个货币兑换，给你讲一下，对。啊，这个货币兑换。可以点开一下，是不是在下面点？在下面点好，点一下这个。Exchange， 这个叫做交换器，就是你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把它兑换成任何的货币。好，来往下拉。不能往下拉。不能往下拉，一直会刷新新闻。啊，你这换别的，换个界面。点主页。换个界面吧，这样。点一下最上面的 logo， 最上面那个 logo， 左上角 logo， 对。好，往下拉。
好，这里有个交换器啊，可以在里面兑换任何国家的币种。这个吗？对。啊，中国见面会啊，今天已经发了，看到没有？邀请你加入新一天的中国的见面会。不是已经发了啊？今天我们的见面会是现场直播的啊。全球人民关注。其实所有的会员都知道今天这里开会，因为他打开这里就有一个。对，打开就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啊。很牛的。还没出来这个，再可以接一下吗？啊，出来了。好 ，ETH EXO 啊，查哦。这个叫做交换器，就是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余额是吧？嗯。还是比特币兑换成全球任何一个国家。这个要再解释一下啊，因为每个人他所获取的这个币可能不一样，有人用美元投资啊，有人用这个以太币投资，有人用这个比特币投资。那么你可能你得到的奖金可能是以太币。但是我想变成这个比特币，对不对？直接可以变，免费的，马上可以变，啊，比如说我用的是美元投资，对不对？我得到的是美元，但是我想获得比特币，也可以马上变成比特币，啊，我用的是比特币，我想变成美元，马上可以变，可以变成美元，所以他们在货币之间可以同时可以交换。这个叫做货币交换器啊，我们上半年做 EDR 的时候有这个、啊、交换器，就是在这里可以变成任何一种货币，虽然等价的。功能太强了。马上可以变，对。太强了，牛了，免费的，对。还是从技术板块很厉害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加密性的，从技术板块是没得说的。它、啊、这个转换不用收手续费的、啊，没有没有。不用。然后控盘机制上也是很厉害的。然后最幸运的就是我们是作为全中国第一批的玩家，最早的还没有，除了我们在座的在座，整个中国没有。因为这个项目要感谢我的老师啊，从国外翻墙翻过来的，从国外的 Facebook 上翻墙翻出来的。太厉害。好，我的讲解就这么多。这个网站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网址啊，都可以把这个擦掉了，打到官网那个网址啊。这个网站 ETH.trade.org 叫做政府非盈利性组织。最近的一个新闻也报道啊，就是公司原来是做慈善计划的，好像啊，反正新闻每次看都要百度翻译啊，没有全英文的，没有中文的，没有中文的。上面的新闻呐，这个网站上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就知道这个项目啊还是很厉害的。项目够好，题材够好，虚拟币套利比虚拟币更高一筹，题材好对不对？项目好，题材好，时机早，团队不错，领导人都在这里对吧？符合选择项目的标准，所以说放心的去干，相对长久，我认为至少走个几年。啊，以我的经验和能力去判别，相对长久，不能说要做一辈子，对不对？做任何东西都不能说做一辈子，相对长久就可以了，是不是？相对长久，铺上人脉去做就可以了，可以放心的推广啊，而且非常的简单，拿个电脑就可以全国各地，人在哪里就可以市场开到哪里。好，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在私下里交流。那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